我在他嘉义有那个找一个人来改名，叫做颜色之声联谊旅行社。什么东西的？他就找一个人改名，改这个名字，然后去选议员，然后说要听大家唱一下，我就爽。他的名字就改成这样？对啊。我们名字没有限说几个字吗？不记得。真的有这样？所以你可以改一下。
肉很危险啊。当郊游玩回来，明天可以走那么远吗？这要手指头算。